你放心吧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你再住两天院观察观察就能出院了。余罪他人呢？许处，林警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你们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有人用你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。这么说我已经出局了？原则上来说是这样的。这个骗子，他跟我说他不会自己走，把我一个人扔这儿的。骗子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下面插播一条新闻：当地警方获悉，近日凌晨码头一仓库发生一起殴斗事件，现场残留大量血迹，警方初步认定有人受伤或是被杀。据悉，警方已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，不久将发出全城通缉。本台现场报道。好了。别哭了。进来吧。进去吧。
新来的，犯什么事了？啊？犯什么呆呀？你是冷的还是热的？哎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他妈怪我，怪你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说呀！他当时为了救我，他才捅了人。他人没死吧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那他还能来吗？你是不是吃塑料袋了？出事了能来吗？嘘，欢迎大家归队。我们开始吧。报告，还差一人，余罪还没到。不用等，我现在宣布一下啊，羊城集训到今天正式结束。小鼠，听说你顶风冒雨晒着太阳，每天很辛苦，挣的也不少吧？是，生活的确不错，但我已经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一位落难的打工者了，我的队友全部可以为我证明，懂得感恩了。啊、哦，你小子真是长了个聪明的脑袋啊！我看连不理网监局的人都不一定干得过。谢谢。张某是个嫉恶如仇的小猛男，你要不干警察，那真是可惜了。报告处长，我犯错误。犯什么错了？我在夜总会还爱上了一个女孩，她是一小姐，是那种卖艺不卖身那种。我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，年轻人这有什么呀？没事的啊。谢谢许处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精英，但是做的最好是谢兵。谁？怎么不是他呢？他，徐处，你搞清楚了吗？你别看他现在穿人模狗样，他捡破烂那会儿那熊样您是没见过，那造型相当别致了。还说不是陪绑，还说不是暗箱操作，都说完了吗？好了，下边让林警官给你们介绍一下谢斌的事迹。谢斌同学在特训期间协助当地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，抓获人贩子九名，解救被拐儿从十一名，鉴于他还不是正式警员，所以省厅决定给予他现金奖励10万元。我准备把这10万元捐给解救儿童，我想这10万元可以用于他们的精神治疗。我怎么越听越像是编的呀？捡个破烂都能破获一个绑架儿童案？正因为捡破烂，我才能接触这个乞讨团伙。他们拐卖儿童用于乞讨，就是跟你们火拼的那帮。当时我正要拿到他们拐卖儿童的关键证据，你们突然出来，差点给我搅黄。不瞒你们说，后来你们被警察连锅端，就是我报的警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两伙人聚众斗殴，不过我也是没办法。好了。
多余的废话我也就不说了，下面我要兑现我的承诺了。这是学校发下来的文件，经过我们和校领导研究决定撤销对你们的处分，恭喜各位。余罪呢？许处，您可不能不管余罪啊，他当时是为了救我他才捅的人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他是不是故意的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许处，您不知道当时这样多、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，可是错了就是错，他必须承担责任。放心吧，这个事情我会解决好的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每个人对这件事必须保密。如果谁敢捅出去，我一定要严肃处理。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新来的，把你那块地擦干净。慢点儿，说你呢。这全擦！怎么着？看来不服啊！别把他打服了，我奖他一包烟。小子，你听清楚了，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机密。
前几天我们已经派人去你的老家，带走了你的户口、学籍和一切档案资料，包括你在警校的资料。简单点说，余罪这个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户籍里能查到的只有一个二进宫的小流氓于天龙。听明白了吗？别骗我，我们同学十个人全都消失了吗？啊，十个人是有难度，但一个人很简单。你放心，如果你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你的家人会得到一笔优厚的抚恤金。记住，在看守所里，你是以嫌疑人的身份进来的，所以做什么事儿别由着自己性子。该低头的时候你就低头。我现在说的话，全都是以后保你命的。在这里，两种人你不能惹：一种是穿警服的管教，另一种是穿监服的牢头。去你了啊！嗨，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头儿，既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送进去，现在何必又告诉他？这搁谁谁能受得了？他现在还需要勇气。他还需要勇气？他简直都胆大包天了。哎，要是有一天我出卖了你，把你送上绝路，你会怎么样？找到你，当面把你干了。他现在就需要这个愤怒和仇恨，会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勇气。可你看他现在那样，万一要是进去了，有点什么事怎么办？没那么严重。看守所今天刚刚完成大乱重组，管教干部也换了岗，这个时候正是小团体最弱的时候，同时也是最容易站稳脚跟的时候。我想再咬咬牙扛过去。那万一要是站不住呢？那他这个人渣速成班就真的是白上了。好吧，头儿，那还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样，你把那个敲车窗的小毛再给我挖出来，关键的时候能用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
起来。新来的，谁让你做了？去你妈的！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告诉你们，杀人。你今儿怎么杀人？就你啊，还杀人？吹牛逼吗？新人进来，扫一周地，擦一周马池。我知道。你加倍，一个月。如果我不呢？脚是你踹的吧？我去！李管教，李管教，误会，误会啊！开玩笑，他们年轻人嘛，喜欢玩嘛，一起玩呢，不小心就打破了鼻子，是吧？年龄二二，刚才有人打你吗？是吧？嗯，没有，我们闹着玩的，锻炼身体，喜欢锻炼身体是不是？好，一人一千个俯卧撑。快点儿！你新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曹。姓曹？叫什么？叫你妈。你骂人呢？骂你怎么了？老子管教不干扰。你我他妈还不管什么？告诉你，只要在一个仓，我早晚弄死你。哼，我叫傅国生，我以前当老师的。我想你们俩有点误会，与人为善，就是与己为善。给我个面子。啊？小刀，没事儿。你别跟我这装好人，啊！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就是要弄死个人。在这儿就弄死个人？可以试试。金滩上的岗哨巡逻路长40英里，走一个。
来回需要十分钟，管教开两道门走到咱们这个屋，最快也需要四分钟。你是老头，你只不过就是仗着人多，真玩命。是。他不敢。啊，松开！你松手！你这条狗，还他妈挺忠心啊！啊！我想弄死你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别说我。从今天起，这位兄弟睡在我旁边，叫二哥。叫二哥。二哥。不是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太吓人了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真不知道。文娟都告诉我了，于翠她捅了人。别，你别哭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到底是不是捅人了？行。你干嘛去？我找他去。我们也在找他。哎，不是，许叔这么忙，能来吗？这么大案子的进攻会，他能不来吗？我听说这案子是一实习侦破的，跨了三个省才找着嫌疑人。谁啊？你不认识？你认识？你认识？不知道。谢兵啊！这孙子都能立功，老天不长眼呐！许初、这样硬闯肯定不行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不闯怎么进去啊？把他车砸了，警报器一响，人就出来了。别闹了。我有办法。发什么愣了？许处，不错啊，刚刚毕业就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是块大警察的料。您过奖了。你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您的意思是，我把我爸拍在沙滩上？这话不是我说的。但是我一定赚的。哎，你来了。我来找许处。有事吗？我们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我在实习单位有点小麻烦。再等我一会儿。走。行，什么事儿说吧。这边啊！许叔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求求你就告诉我们余罪的下落吧。这么严肃的场合，你们吓到什么呀？这么严肃的场合，余儿也看不到了。谢兵立功，余罪肯定特别特别想看见。亲自祝贺，亲他一口。行了，都别给我演戏了。余罪和谢兵是死对头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余罪因为重伤他人，现在已经被捕入狱，已经被警校开除了。我知道你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，感情很深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是怕影响你们的工作。现在都知道了，
回去吧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许叔，我之前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云儿他是为了救我，他才捅的人，那是误伤，他正当防卫啊！你们怎么不调查清楚就把他抓起来？那你们把我也抓起来得了呗？云儿他是无辜的，他严德彪，余罪是什么样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在训练期间，他带人去干些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也是无辜吗？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，你给我拿出证据，只要你拿出证据，我马上向上标人。我已经尽力保全他，法律不是我定的，还不明白吗？我最后再说一句，不管是为了余罪的前途，还是警校的荣誉，这件事情谁也不许往外说。徐处长，我是政法出身，我刚调来，有些情况我不太懂，但是前两任厅长对你都是赞赏有加呀，所以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啊。你的这个计划我看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的这个计划没有标明警力、人选、进入方式以及后续所可能发生的问题，所以我没有批呀。这是一个不成熟的计划，目前这个计划也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。打入对方内部是唯一的途径，对付非常之人就得使用非常之法。二哥，去妈，你这不吓我一大跳，你知道吗？二哥，起床了。哎，二哥，牙膏、牙刷、毛巾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您看。我给水喝。哦。二哥，头儿，人带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新来的大哥，进门头一件事儿，让兄弟们轮一下，轮完之后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大哥，我。大哥，认识大哥，我不认识我，你谁？怎么一来就认大小王啊？不，认识。你真的认识他？认得，不是，你忘了？那一个月前，我在那胡同口，砸车偷包，你这不还把我生意给结了？啊，想起来了。没想起来，我他妈抢人家生意的事儿多了。我来了就攀亲戚啊？这我二哥，不真认识，真认识。不，哥，你想不起来了？我是那个地鼠打工队，你还说你是那个居委会秘书队的吗？啊，是他妈你呀！真认识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大哥，你这么有本事，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怎么跟二哥说话呢？哎，没事，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把裤子扒了。哎呦，走！不是，哥，没事。这小子很聪明。现在他应该能明白我们怎么安排的意图了。知道发你们这些报纸干什么使的吗？今天咱们就模拟汪洋大盗。江洋大盗
我知道，区区一条小江怎么能容得下我们这些能人呢？是不是？是是。汪洋，我说汪洋怎么？哎，偷龄几年啊？5年6个月0.7天。他妈有零有整。走，看见了没有？偷吧。我们都是在别人没防备的情况下才得手，你这防备上了，怎么上手啊？没防备，没防备那叫贼，有防备让你偷走了，那才叫他妈汪洋大盗呢，知道不知道？不会了吧？嘿，杨红，不是我的。还真是，行啊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别看我，看我，你们的东西就没了。哎呦呦呦！我操，真他妈是我的！同样都是贼，你瞧瞧人家，再瞧你自己啊！全世界要都是他妈你这样的贼的话，警察早下班了。皮一皮筋，掌声！送他进去之前，许树还怕他适应不了环境，纯属多虑。不过这小子这心思真是让人琢磨不透，前两天还横着呢，这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二，你有什么绝技啊？跟大家展示展示吧。哎，除了能打之外啊，我那个在这儿施展不了。怎么了，二哥？你还有特异功能啊？我他妈会耍大刀，你有吗？那有机会啊，我一定要欣赏一下。谢谢。大哥。怎么着？今天先歇了，让他擦马池。新来的，马池擦干净，今天晚上就睡那儿，听到没有？好，好，好，换什么侧面笑话呀？啊，二哥，牙膏牙刷毛巾都准备好了。每天都他妈惊醒。瞪着那俩牛蛋眼他妈看着我。滚蛋。几进宫啊？二进宫。怪不得，规矩门清。嗯，好，好小子，哎，不错。看在你这么乖的份儿上，我今天好好伺候伺候。啊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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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看见人家紧张吗？你得给人家新人点喘息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裤子脱了，唱歌。大哥，唱什么？小林，要不你去歇会儿吧，天天都这德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他不就想让咱们看吗？那咱就大大方方的看，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样。哎哎，都上去便便，没看老夫要撒尿了吧？新来的，走你的，快点。
不了棍，追不了棍。快点儿！好了好了好了。自从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